马总，马总太好了，他们现在允许我拍了，我给您拍啊。这个就是洁净干燥系统，我给您的设备上面配的也有。光这一台设备据说就要30多万了。然后这他们这家是一台单螺杆120的主机，您看一下啊，精美机械120的主机。然后这边是一个3管的控温设备。您看一下我们的片材，能看得见吗？很透明哦，看到这个是再现，那个两个是它宽幅比较宽了，然后把它再现一下。这个是烘箱，如果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，这个会压下去一点。我们这个只是在试验，试验的话没有要求那么严格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已经卷好的，这是我们的质检，他正在现场检验一下这个产品。然后我拍一个那个制品给您看一下啊，这是成品，这就是片材。等到试车好了之后，它就是自己自动切换，自动切换收卷，很方便的。这个是他们试车的时候，试车的一些试下来的，您看一下质量，这个是试车应该不是很好的，现在已经收卷的就是很好的。